离火夫上线。一年一度的是不是？灶坑节就到了。吸烟有害健康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做灶坑的吸这个有意思，这个劲儿大。咱把那个给戒了。你管吗？去。豆干吗？这滑到园里那些个烂草，你去引了吗？李志明？没有，一样没事。不引不行。我在中午给你，我给你引。我给你去引烟头，得引一下子。经常形容俏俏造的像烟头塞子似的，知道是啥吧？就这玩意儿。好嘞，一下就上去了，这就引成功了，烟都开始冒烟了，一股了猪毛的味儿。你说你自己是猪吗？熏死我了！我现在是，你不热吗？熏肉味儿，熏肉大饼，腊肉味儿。我热啥呀？打火机不好使那个。你别说话了。巧。你好好烧火吧，俺们去给你挖菜吃去。我挖的萝卜丁，不吃大脑瓜。哎，有啥就挖啥呗，还挑呢。那山上的人都比菜多了，快。真的，今天可多人来挖了。菜有刀了吗？没吧。那个人不没找着吗？上次挖菜把刀挖掉了吧。这个时候真的是人比菜多呀。我身后可多人都来挖菜来了，而且都是开着车过来的。其实这玩意还能再早早再挖的，但是这个时期你要是不挖，就从别人的盘中残了。这大还大能成你了？那就只能等秋天的时候挖了大叶的。这玩意是挖不绝，但是菜穗不都吃嫩的吗？小嫩芽好吃。这上边全都是人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跟我妈挖菜这么多年，她今天第一次说累了。哎，你俩顺着能过来？不行，那里头是沟。啊，不的，还绕吧，安全起见。咱俩跟大傻似的，穿这么厚。那这根儿整掉吗？整掉。你不用摘，小麦，扔桶回去，咱在外面摘。现在脑瓜大了啊！现在，嗯，该大的大，不该大的它也不大呀。啊，我搁刀那么抠它，有的浅，好累呀、啊。你看看，今天我妈居然说累了。掉那桶外去！我现在真是照以前不行了，老喽。以前真不觉得累。妈，我发现一件事儿，你衣服穿反了。嗯，我就搭上点就行。反正反了是咋的，我到现在我都没看着我衣服穿反。这真是小根钻的。这我能挖出来，你让我回家怎么收拾？这须子吗？这真是无可奈何，空啊，再让它接着长吧。我妈给我们一个艰巨的任务，让我们给她找上次在这块丢的刀。你说我连眼镜都没戴，我怎么给你找？要是再来人挖菜，肯定就给我捡走。你那是宝刀啊！哎呀，我那刀可好使了，挖菜。不是宝刀不宝刀啊？啥玩意吧，别管它值不值钱，它只要它舒服，用的舒服，它就是好。哎呀，那可惜呀、啊，要不就这个。站在顶上就能听见下面一帮人在对话，挖菜的。这个季节上山挖菜，你就会遇到很多同伴，都像我这样啊。
甚至比我捂的都严实，戴个帽子，但是手里面一般都有把刀。所以说你们看见别害怕，他不打劫，他就是说挖菜来了。或者是拿敲的，他也不拍你。你家我们这拿着条还有个桶。哎呀，咱这撅点得了，地方都让人家给占上了。他们每次挖菜看到你的时候，他们也这么说。今年哈，我打算了，一定把那绝界地看住。那你就天天上顶的看着了，不用天天上顶，我三天去一趟，三天去一趟。说不行，我看不住。去年你跟我爸去采蕨菜，是不是看见好几回蛇？看着一回吧。我爸看的那个是毒蛇，然后还刚吃完东西。所以我现在都有点害怕。穿靴子。你穿靴子的时候看他吓够呛啊。他瞅你也害怕。你爸眼睛挺尖，那个蛇哈在沟里头趴着。你爸看着。我去年跟刘一平俺们几个去整辣椒去，我就看到一条小蛇咋把我吓完了。蛇仔更不害怕。啥呀，就突然间出现。还过道吗？过啥道，他在苞米地里头。那小不点的你看。那也害怕呀，他是蛇我就害怕。那些玩意儿哈，只要你不招惹他，他就不会攻击你。我那天看一个视频，真的就真的把我给吓懵了，就是越南的还是哪儿，一大筐的蛇，一帮女的，然后就是死的，他们在那扒皮然后烤着吃，我的天老爷，我就感觉我要想减肥，我把那视频翻出来就行了。就太吓人了，但是咱这么说，人家那饮食习惯咱得尊重人家，只不过咱不吃，但是真的那黑乎乎的那蛇，真的我太害怕了。他们可能就吃那玩意儿就很平常。嗯，对，那咱就不行了，就跟咱平常吃的野菜似的。那时候就让咱东北咋的，能吃一个绿化带。吃一片绿化带是吧，给一碗酱能吃一片绿化带。实际上咱吃的不是绿化带，这是野菜。也不是说万物疙瘩酱的蘸都好吃啊。这拍点蒜啥拌拌拌吧也好吃。关键俺们是为了炖牛肉。我愿意吃泡布丁哈，再少烧大一点。但是你等不了它大了。嗯，你等啥呀？这里都是人，不给你留的。哎呦，这是人，他也挖不绝，你知道吧？对。我们东北的野菜是挖不绝的，有很多朋友总是担心俺们这么挖挖挖以后它就灭绝了，没有了，不可能的啊，这玩意越挖越多，越挖越多，这就是这个逻辑，感觉就是有点说像蟑螂似的了，有一只小强就该有一百只。一是它串根子，二是串根子飘到哪儿哪儿就长。这节假日带着孩子出来挖挖菜也挺好的。萌萌跟俏俏小的时候也可愿意挖了，现在大了尖了，觉得累不出来了。瞅瞅我妈跑得多快，刚才还在山顶呢，这又干下巴沟里去了。不下巴走。不挖了。不挖了，累。难得呀，听你说累。嗯，从哪儿上去？还从原路呢。这一桶是我们今天的收获，不多也不少，还行吧。锦子喊着走，完了又蹲下来挖了。我这两个看着了就挖它呀。老累了，我妈都喊着。挺舒服呀，你这是不是咱爸比也来了？哎呀，哎呀，热死了！嗯，太热了，今天咋真热了？我晒的我的脸都疼。嗯，而且我今天最二的事是穿了个加绒的裤子，平时都不穿。今天气温高啊，晒不透啊。这几天暖和，你看整个前后的。